人类进入到宇宙世纪，外星异形不断入侵，地球遇到了史上最大的危机，世界各地不断沦陷。然而正义从不会缺席，保护人类的使命召唤着魂骨队。新的战役已经在世界各地打响，我们回来了。请选择剧情。紧急通知，靠近加鲁加群岛的直升机，请回答。这里是比尔，我跟韩风刚刚经过加鲁加群岛上空，准备返回基地。这里是指挥官，比尔。
我要你们直接去执行下一个任务。还真是停不下来啊。看来跟你们约好的牛肉火锅又要泡汤了。哼，说任务吧。好吧，早上接到报告，发现有不明目标在加鲁加群岛登陆，看样子是打算启动埋藏在地下的秘密基地。是以色列鹰，没想到隐形战舰过去两年了，他们还有余党存在。好在我们已及时获得消息。鱼儿、韩风，你们直接飞往加鲁加群岛，潜入并摧毁敌方基地。呵呵，一群手下败将还要垂死挣扎，看看他们能搞出什么花样。新设计的武器有用武之地吗？就等着尝尝他们的滋味吧。前往加鲁加。潜入，歼灭周围敌人。好，我从正面探查，随时保持联系。坚守阵地。最高可以抽到金色武器哟，快来点击抽金武器哦。 New Assault Rifle Accessed。 太棒了，兰斯总是为比尔想的那么。请选择武器系统，武器品质，努力获得更高品，请选择新武器。红色猎鹰在仓库里布置了重兵，把他们解决掉。手榴弹，看好了。看来蓝斯新改造的武器不赖嘛，就让他得意一下吧。混蛋，还不快跑！误战不止呀！居然有防护系统，给我一些时间破解它。稍等。
90%，再撑一下。耶，系统解锁了，我的骇客技术无人能比。人敢挑战，全面射击。